因为酒。再继续煮三分钟，这样我们在吃的时候会特别的香甜软糯，这会已经满屋飘香了。先关火，淋入鸡蛋液，这样鸡蛋花口感才更嫩。这道美食在我们安徽特别的有名，每年秋冬的时候，我家每个月都要煮上几锅，大人爱吃，孩子也爱吃。一道热气腾腾的山药红枣酒酿丸子汤就做好了。哇，好香啊，闻着这个香味我都要流口水了，尤其是趁热吃特别的香。山药学会这样做，给山珍海味和燕窝都不换。山药丸子口感细腻丝滑，绵软中还有奶粉的香味，咬一口糯叽叽的，香甜又好吃。尤其是爱美的女孩子，每个月那几天做上这样一锅，暖身又暖胃，从头美到脚。喜欢的朋友，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！祝你顺风又顺水，一年四季都发财。